朋友们，看这今天是我们的桂圆丰收喽。今天是没咋干的弄凶，桂圆结得好得很。你看嘛，有大爪，有大壳，你看的甜得很。今天我说桃儿街上肯卖，你自己吃吧，弄多。不是在树子给的话，那个疯子给举过了就不得行了。你看这得举了的，桂圆肉还是不厚的，只不过再举了个眼眼。你看嘛，这长得好好嘛，今天这桂圆吃不赢。看嘛，还是可以哈。快点，这是我来勾头，你还得慢慢的掏。来的啊。你看，刚开始搞很留点叶叶，你看留点叶才好看噶。嗯。哎，但是它这个又留不到叶叶噶，我掏俩老点来。你还给拿个背头，听没有？要的啊。这个背头有点小。多甜的！你来说这个是要小心的哈。晓得。你看背多紧一点，树枝扎断了。我以为你是喊我小心的，受很多风一吹就滚下来了，好不好？树枝高的凉到凉快的。你一眼你看，它完没有这根？差不多了。我看看这个的味道如何？如果甜的话，就一下掏了。这个不掏喽，整整两大杯喽。要的啊，你背两杯哈。要的啊。那你掏个龙哈？还没掏完的，他把掏多少坑卖不到了。买了我要去吃好的。那二姐帮他买哈。好，妈妈，等会买时候也说。还买贵了，买贵了，买贵了，三块钱一斤，叔叔阿姨来买哟。要得要得，这个要喊哈。不能吃啊。我就穿最后一坨。哟，北京开去了。是吗？现在开差不多那些又开出来了，倒出来。最重要的不嘛？什么？装一抓六块钱，好。好，慢走哈。买桂圆了，买桂圆了，三块钱一斤，叔叔阿姨来买哟。看到了，过的人多的时候你再喊，不然你现在白费精神。好多钱？你看你桂圆还大颗。快说，好像有。三斤了，小姑娘。啊？好多。三块钱。你口袋都准备好了？随便选哈。嗯，行了，那我们。你上一下嘛，上下看觉得好吃再买嘛。真好点哈，好多喽，你认不到啊？八块二，八块钱就是，捡点出来的。看个桂圆噻。为什么呀？货卖多噻，你懂得到不嘛？我懂不到。你每回指的那个，那一抓旧的那个漂亮的，你就来掏来吃。来嘛，吃点嘛。不是我中间倒过。嗯，你指。哎，都差不多。上嘛，觉得好吃再买嘛。三块三块，桂圆三块。我才自己吃个。买桂圆喽，买桂圆喽，三块钱一斤，叔叔阿姨爱买哟。三块三块，随便上，快点喊，快点喊起来。现在人多得很，桂圆喽，买桂圆喽。三块二的，收三块钱就是。三块三块，你找你的同学了啊？你不管进不进城，哎呀，装啊！我也啊。还送了我嘛？就是刚才送过来两棍子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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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不是不要啊？哎。还送。怎么办？一会儿，我不想的话给。大白天俺不要啊。不要。嗯，你开头拿来散了，他就上了的嘛，上了他又回赠你一个礼物，你看，快点给你收，快点。爸爸要给你三百五十。我不想开读书了嘛。想。嗯，你看你同学跟你关系好嘛？你送来吃桂圆，他也送你吃零食，是吧？他拿给你嘛，你要接着他是吧？啊！啊，开头拿了饼干，后头又拿了个那种西西果冻啊，那种是。饼干是那种面
糖糕、哦、不是的特别甜，特别甜，反正还是甜，你尝一下嘛。嗯，装点嘛，装点6块钱嘛。好，慢走哈，尝一下嘛，觉得好吃再买嘛。吃了一路可以上厕所，转来猫到对面就碰到那个同学。啊、嗯。就姑姑都要钱包包的，给他拿几个块。我在马路对面嘛，不安全，过马路。对头的，要跟同学两个分享，是吧？晓得不？听到没有？嗯。还是谁的还是？还是谁的？现在7:30了，我准备开始降价了，不是那儿卖不完。卖桂圆了，卖桂圆了，香一毛。他那个签到口袋。降价了，降价了，哎呀，来嘛。7.5块。哎。还有选点装衣服嘛，好，慢走哈。2块。嘛，背起来了，没得背起回去的说法的。先好嘛。哎呀，他们快点。对，装2块8块钱。好，要得，慢走哈，随便选嘛。桂圆2块。3.4块。要得，装点4块钱嘛。3块2，3块钱。好，要得，好，慢走哈。3块2，3块钱。6块7。多少块钱的嘛？看这背篓头的攒紧的。你选嘛。反正只有大货来选就没错。哎，装2块5块钱。落雨了，不卖了。卖完卖的差不多了，你看嘛，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点拿回去自己都可以吃了。哎呦，这里栗子还有好多哟。桂圆啊？啊。你看嘛，没好多的了。花钱价。2块。你一下撑着我，哎呀，你撑着你一下走。哎，要得。最后2块钱。哎呀，快点捧了。来，我来。这10块钱就是，就少10块钱，我晓得你是特意来照顾我，就少10块钱就可以了，少10块钱哈。少10块。就少10块就可以了。哎，你早上都卖些，我看见都是特意来帮我销货的。就少10块钱哈，你不要少多很喽。对，还是少12块。不，咱自己屋头的。快点，落雨了。头。那些收完了。哎呀，遇到个好心的大姐来，一下全部我卖完了。来，快背篓头。垃圾大了，下去吃，给我。快点拿走。